我等一下我先说思琪啊，思琪是一对很优秀的夫妻的，然后在台上是两对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爱跟敬拜的团，然后还有第三位。哦，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位，我们先讲一个，为什么在祷告前要先说这个？因为你真的是看到艾恩从那个一开始，然后到现在，真的是他们刚刚在练习，我跟立煌说，哇，唱得好稳哦。他有发现我们嘉庆跟我们文雄校长真的是，嘿，拍手。那我们这演讲的主题非常的呼应，真的。真的在祷告之前要先谢谢你们几位的主持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万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真耶稣我们永教会一行人44个去到以色列平安的回来，就是让他们在以色列这几天也真的是行经上帝耶稣你2000年前让耶稣行走的道路，他们这次再去走一遍。求主让他们都平安地回到我们当中来，耶稣真是让我们再次经历神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在2000年前那样子爱我们，到今日也是一样的爱我们。求主我们把我们有教会，不管是有去以色列没去以色列的，求主你都一样的爱我们。求主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在华语堂里面在这里要聆听我们从宣传到讲到的，求主每一个人的心眼都打开，神的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神灵要来做工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互为肢体，彼此互相的来关心，互相的来代祷。不管是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比如说我们内心有压力的，比如说我们有许多人际上的沟通的，还有我们一些家人之间的问题，神你都明白，你也知道我们的苦楚，比如说你都一一的。要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从宣传到今天的讲道当中，神你要让我们一一去明白神是那么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在彼此服侍当中真的是越服侍越甘甜，让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信心，让我们去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做互动。我们把我们待会要交通的时间，神你都一一的来让我们心眼打开，让我们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我们也求神来高我们从宣传到的口，让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真的是在今天有满满的获得。神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从宣传到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也让我们华语堂的每一个同工真的是同心合意的，真的是有一个甘心乐意的灵来服侍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神你要来让我们有同心合意的意向，让我们的华语堂大大的希望起来，让大家真的是愿意来到当中为神的国度来打拼，神让我们的华语堂真的是人数一天比一天来增长。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奉你得胜的名求，好，我们接着我们要来读我们的使徒信记，那我们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重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职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接着来看圣经。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2:16-18。只有3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可以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奉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
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